想做？啊，无代志啦。车伫要到的对无？你是不是鞋仔想换啊？只双鞋仔，我平常时穿啊惯势啊，嘛感觉真舒适。啊，毋过毋知影想怎，我今日穿的时阵，就感觉淡薄仔红，过无脚。啊，毋过不要紧啊，我忍者上车就好啊。遐有椅啊，咱过去坐啊，休困者。 睡哩睡哩。哦，脚无泡皮真疼嘞，我叫 OK 绷，新大姐。 是讲，你那随时身躯顶有 OK 绷啊？好，像油钓鱼啊，迄白鱼钩啊，也是整理线的时阵哦，迄手常常去刮着啦，所以我都有这个习惯。是讲哦，你脚有淡薄仔肿，迄肿的所在，迄皮肤拢会较薄，较会磨破皮啦。不要紧啊，虽然一点仔路尔，我等下才换脚大声的。 穿袜鞋啊，你放心，真清气。哪里的？就剩一丝仔路尔，我通车脚行过就好啊。袂用的啦，哪会当安尼？真正袂要紧啦，我通车脚行过就好啊啦。迄颠倒是恁有心的人，迄脚哦袂当去刮着。哦。是啊，啊不过。若不是因为我挂遮尔侪物件，无我就甲你安尼啊。 你若唔穿哦，我就真正甲你爱哦，嗯？我穿啦，哎，歹势。袂啦，来，紧穿。 哎，哦，哇，我头一次穿查甫人的鞋啊，哇，足大双的，啊，不过足趣味的，哎，真舒适呢。舒适哦。嗯。无只双送你啊。送我。<笑>哦，啊，不过你无穿鞋啊，敢会让人笑啊？我这袜仔厚。 脚底袂高，我迄面皮搁较高，我哪会惊人笑？<笑>你若是会当好好按来迄江总裁，我相信伊绝对会互你袂甲死死糊糊去。我毋是讲啊，我对伊无兴趣。搁再讲，伊即世人嘛无啥物绯闻，应该对这嘛无兴趣。伊迄个某搁是一个差别。 也是卖去了因较好啦。无绯闻，并无表示无兴趣啊。搁再讲，查甫人若是食了才兴奋，绝对型较袂清醒。啊，伊迄某我有看过啊，人讲会肥的狗袂咬人，伊迄某看起来戆戆，只是讲有较大声。查甫人也是爱讲话轻声细细，查甫人则听会落去。 丁慧官，讲来讲去，你就是要甲我扫江崇仁做爷说伊啊！我这无参像你啦，我万新明哦，佫无需要食这种饭啊！我佮我安尼讲，对啦。
当初我就是讲，再去罗振英骗去。啊，不过我即马有乖啊，千万袂当藏感情，谁若藏感情，谁就输啊。无唔对，藏感情拢无好下场。当初我就是对吴信太太过细心，把汉良当作工具人。想知影，我爱无爱我，我无爱，昨天都对我这么好。等到以后，我对汉良有感情啊，伊偏偏啊着。哎，惠弟，你即马已经有经验啊，你就把当初对白汉良的方式，摕来对迄个江总裁，江总裁当好你的，绝对比白汉良搁较济。你讲这什么话啊？我才不爱去诱拐一个有某的老查甫人。哎呀，我也无叫你该安怎？参照迄款老狐狸，伊若真正会达到目的，若较歹的，食过唔承认；若是较乖的，闪你闪袂赴。我只是爱你继续甲伊保持关系，互伊对你有好感，继续欣赏你，就安尼尔。我有在青埔这个外公，伊就会继续照顾我。讲你巧，你实在真戆呢。啊，讲你戆，你阁毋是啥物拢毋捌。我真正毋知要安怎甲你讲呢。不知道，你毋是有伊的电话，你著三不五时传一个简讯，甲伊请安问好。啊，然后若是有时间，就打一个电话，甲伊讲，你最近发现一个真好食的餐厅，为了感谢伊，所以想要请伊食饭。等见面了后，才当面无意无意，主动甲因某请安问好，让伊对你无戒心。我是安怎要主动向因某请安问好啊？就表示你对伊无任何无好的企图啊！卡苏伊那是主动给你提起伊的太太，那呢，就成功一半。我听你了白讲，万一伊那讲伊太太真好嘞，安尼毋是就无去啊？提起伊太太真好啊，安尼就表示你有机会。伊想要试探你，想要知影你是毋是有法度接受。你若继续用伊，继续关心伊。安尼走后一步，卡苏，伊那是你一约就出去，你就爱搁较主动关心伊、照顾伊。你有遐尼好的出身背景，搁接受遐尼好的教育，今麦有一个查甫人，即世人毋捌见过美女，伊某搁安尼怣怣，遮尼好的金矿你毋学，你真正是一个怣人呢。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你莫阁甲我讲遮，我愈听愈阿杂。等者哦，咱先去楼下名品店买一寡衫来替换，再去庙下拜拜过瘾啊！啊，今仔总算会当暂时过安稳的日子啊！嘛唔知恁爸即马人安怎？伊敢有甲你联络？无，连新闻嘛无伊的消息。啊，不过无新闻就是好新闻，就表示伊还袂去让人抓到。伊手头有零钱袋，我想警方应该袂有白来。我即马想着，敢袂真正参像老虎兵讲的同款，法官甲你放出来，是为着要先霸出面。袂啦，恁爸遐尼厉害着。伊本身就是一个江湖人啊，遐步数，伊绝对有材料应付，伊无可能遐尼简单就应征着。安尼就好，希望爸会当平安无代志。哎，江总裁，说你啦。嗯。哎，那真拄啊好，才拄着你。啊。我是来看精神科的啦，来摕爱困药啊。哦，你困不好，
是不是那饭店你住了没关系啊？不是啦，我是在烦恼我爸的官司。没事啦，饭店的房间哦做舒适的，我还没找机会好好向总裁跟你说多谢。这也没什么，没跟他说多谢啦。总裁，你是怎样？你哪来病院啊？你是不是哪位人不爽快？不安怎啦，人老啊，总是有一挂所在注意一下，老毛病哦，爱倒来病院最重啦。啊，你唔是有伊个电话，你着三不五时传一个简讯，甲伊请安问好。等见面了后，才当面无意无意主动甲因某请安问好，互伊对你无戒心。江夫人呢？伊敢无陪你做伙过来？无啦，厝内嘛真济代志啊，而且这病院哦，真济专业的人在甲照顾，伊都无需要来啦。话嘛袂当你讲啊，住院哦嘛是爱有人看头看尾，安尼才会安心吗？我先送你回去病房。你唔是要去领药？这药单就伫咧遮，我随时要摕拢会用的啊。不要紧啦，我先陪你回去病房。那是以早，我就会甲伊说 goodbye 做我走啊。敢讲我真正爱参像丁慧官讲的安尼，继续照顾伊。来，这里哦。哎呀！总裁，你等一下，我甲你倒一杯水，爱补充一寡水分，安尼对身体较好。无想要讲哦，你嘛真体贴吧，还可以照顾人诶。哪有啦，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啊，而且嘛唔免开什么亏啦啦。来，小达达林，多谢。总裁，你住伊要住几天？病院的菜色你食了有惯习无？还是讲我去外口买一寡较营养的来甲你补身体？你有啥物袂当食的？我对，牛肉袂当食啦，其他拢用的。哦，安尼就好。拄啊好啦，这附近哦有一间排骨饭足好食的，我买过来甲你做伙食好无？哎呦，你嘛知影迄间排骨饭哦？千金大小姐呢，嘛知影食迄间罗宾达。其实我咧讲啊，大饭店哦，拢食气氛的啦，真正够好食的哦，拢食伊巷仔来。总裁，你讲了无唔对呢，你真正足捌食的。较早我拢是家己偷偷走去食啦，惊去互看到，人拢会讲啥物？名媛吃肉饼大，等一下我就买过来，等下做伙吃较有伴啦。啊，是讲爱我加买几份啦，万一夫人过来看你，买当做伙吃。免替准备啦，伊阁有其他代志要过来啦。哦，安尼就好。我家己一个人伫饭店吃，食啥拢无滋味。会当来陪你做伙食饭，大家做伙开讲，安尼嘛真好啊。就等你买回来，咱做伙食。爸，你今早好啊。你好，我拄好伫病院拄到江总裁啦，顺便来遮甲伊讲几句话。哦，你好。总裁，那呢，我先去领药啊。看安怎，我再传简讯给你。